除了跟我的兒子慶祝生日之外呢，都跟一個朋友呢提早慶祝一日生日。因為呢他的兒子和我的兒子呢其實是剛剛好相差12年，都是虎年的，所以呢今天呢我們就湊在一起呢就去慶祝他們的生日啦。啊，你不是分開的嗎？吓，原来系得个，可以。听下你佢啲，佢系咁嘅。点啊？咩啊？爆咗啦！爆咗。似嗰啲酒樓嗰啲清蒸蛋糕嘅係咪啊？似喎，馬拉糕啊！係啊，馬拉糕啊！爹哋，爹哋，你係110歲，你睇呢個係睇下啲蛋糕啦。係啊，得，垃圾佬，哎呀，爸爸睇住你啊！大哥哥與細佬，兩個老虎仔。你好啊，首先仔你想坐邊啊？睇個150蚊或者100蚊啊嘛，買唔買咯？Bench.
好啦，我哋一齐唱生日歌啦，预备开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几多岁啊？十二岁。系喎，你今日仲系十二岁喎。系喎，今日十二岁，听日就十三岁。咁早送唔係咩咩？有咩感受啊？啊，有咩感受？開心咯、啊！你十三歲咯喎，有咩感覺啊？咁你嘅生日願望係咩啊？生果嗰把咯。好正常，生日願望係咩啊？係咯，細佬問你喎。生日願望打啊？你中意講講唔講嘅願望？係啦。未諗到喎。好啦。我知啦，你想全家我叻喎。你自己刷啦，生日快樂。即場拆啊 ！LEGO LEGO， 系喎，系咪啊？哇！你新年期間，點個新年期間啊？係咯，多謝，好好冷靜嘅多謝。好开心啦，十三岁啦！你睇下你隔篱个细佬，后住你啊，大哥啦！好，另一个颁奖仪式，哇！做细路仔真系开心啊！哇！哇！多谢多谢 Miranda 姨姨同埋 Miss 叔叔，仲有 Bella 姐姐。我生日之后咧，我哋全部一齐影张。系啊，冇啊，而家要影啊。我食啦，食啦，食啦，加油！食紧啊，所以都话想食。笑死！呢两靓啲，点解唔靓啲？咁唔咖啡嚟嘅，呢只我嘅。吓，你呢个唔系朱古力蛋糕嚟嘅咩？吓，咖啡蛋糕嚟噶？咖啡嚟噶？嗯，知喎。喂，生日快乐啊！哇，你做乜嘢？系咯，咩事啊？你今年十三岁咯喎，系咪啊？好似系啊。你头先未讲生日愿望，你最想讲嘅生日愿望系咩？其中一个。身體健康，一嚟啦，二嚟咧就可能真系冇啦，都冇谂到。你嚟咗美國幾耐啊？一個半月，唔係一個半年。咩一個半年啊？一年年半啊，年半係啊。哦，咁你有咩感受啊？講嚟聽下，等你啲朋友仔都知道下。系啊，好耐都未同你讲过嘢，对上一次好似差唔多大半年啦，系咪啊？有冇啊？有啊。系啊，段片 E T 嗰阵时个仔都未出世。系啊。吓，有咩感受啊？啊，有冇乜感受咯？真系冇感受。读书嗰阵翻学咧，识唔识？读书啊，啊，一时开心一时唔开心，一时上班。如果依依下次揾你拍下一集，你有咩好嘅谂法？如果时间问题可以嘅。好啊，咁啊，我哋同呢个观众咧要讲声拜拜啦。咁你帮我同啲观众要讲咩？拜拜。唔系啊。当你睇完呢段片之后咧，记住揿个 subscribe 啦，揿个钟仔，同埋咧 like 咗段片同埋 forward 俾你嘅亲朋戚友。咁样嘅话咧。
講埋啦。係啦，咁啊，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條新嘅短片啦。咁我哋咧喺呢度祝福咧呢個新嘅壽星仔，同埋呢個壽星仔，呢個係四月嘅壽星仔同三月嘅壽星仔講聲生日快樂。好啦，我哋下條片見。拜拜。拜拜。